定完妆后重还卡粉，看看正确的定妆方法。眼周妆容复杂，为了持久要单独定妆。最近新宠散粉，好看又好用，这个笑脸也太治愈了。干皮最担心的就是卡粉，这款散粉用了新科技，这样摇晃一下，它就能抱团成粉珠，粉质绵密，不会拔干。用松散的小刷子轻轻滚动，让粉更加均匀地粘在刷子上，敲一敲把多余的粉抖掉，轻轻按压定牢，控油的同时还有保湿效果，眼周也不会卡粉斑驳。要想妆感轻薄，定妆可以不定全脸，除非你的皮肤底子特别好，不然用粉扑蘸取散粉就上脸，很难保证不卡粉。正确的使用方法，粉扑对揉搓，再把多余的粉在手心拍一拍，从脸的周围向里轻拍定，越往里粉扑上的粉越少，既保证面中妆感轻薄，又能保证头发覆盖的位置不会蹭花底妆，自然通透的妆感，学会了吗？